それがないのと少ない、うん、はい、それをこれ信頼巨人の最後の伝者と神秘主の巨人の最後の神秘主商人の最後の筆だと尽量去杀生，尽量去吃那个众生的肉。自分が長生きしたかったら、お魚に生きて、生きた魚を買ってきて、それを目にやってやろう。那想要长寿的人的话呢，请尽量做那个，除了不杀生之外，还要尽量做放生，还要尽量去放生呢。これは信頼巨人の一番最後の遺言の中に入っとるからね、はい、だから生き物をね殺すのが一番いかんのですよ。だから、はい、あの早焼きでもね、はい、ここへ虫がつくでしょ、飛行機でもねこれを逃がしてやる、これをしたらいかんの、これをして殺したら絶対いかん。老师说呢，这个呢最要不得的是呢做杀生的事啊。那么老师说，哪怕是蚊子啊，啊、哦，老师刚才示范给我们看呢、啊，蚊子来叮你啊，来叮自己啊，不要因为蚊子来叮你就啪一下就把它给它拍死，就给它打死了，那个都是有业力的。不会。呜的就得还刚刚救了一个，我应该这样。老师说蚊子，你过一下他们。老师说蚊子来叮你的头啊，你不要一下就把它拍死了。老师说把它推走。所以我死ぬまで一生だけじゃない、ただ子供にもそれを教えてやると。老师说呢，这个不止啊，自己要这样子做呢，也要教孩子这样子做。だからここに来たね、良寛さんっていう人はね、はい、ここへ食べに来たでしょ、はい、ほんとね、その飲みをね、はい、まだ元のとこ入れてね、で布団の中入れてやって、それで自分を壊してやるね、はい、そのくらいの親切な慈悲の心をやった人です。那么老师说啊，这个是日本很有名的禅师叫梁宽禅师啊。老师说这个梁宽禅师呢，他不止啊，不打蚊子啊，那个就是说人呢、啊，如果几天没有洗澡，不是会长那个跳蚤吗？啊，那么呢，这个梁宽禅师呢，我们一般人是避这个跳蚤啊，避之不及啊，哈、啊，那。那个梁观禅师，他是把那个跳蚤，就是又不是拿出来晒吗？那那个跳蚤会跑出去啊，他就跳蚤又钻回来，就是说用他的身体啊供养这个跳蚤啦、啊。那么是说那是什么呢？那个是慈悲心啊，那是慈悲心的流露。这个日本の禅宗の大和尚でしょ？良寛っていうで。
它 有很多形迹啊，又跟一般人不一样，有留下很多那个故事。だから絶対に農民を殺したりしない。農民が来ても、その来た農民をここにもう一遍懐入れてやる。跟那个梁冠禅师，看到那个我们说狮子有没有差不多那个来，他不会说给罗西，有没有？他好像宝贝一样，把他放回他的那个什么身体里面啊，随便他们吃这样子。それぐらいすると何やきする？老师说，这样子说的话，你就会长寿。伝染病がかかって、伝染病が広がっても、人のところに行くけど、自分のところに来ない。でも老师说、不造杀生业的人啊、你遇到这种传染病、瘟疫啊、别人会得瘟疫、过去是有造、有修这种不杀生业的人啊、别人得瘟疫、他不会得瘟疫、因为那个是不杀生业的功德。だからね、自分の自己、自己を中心にしたら全部マイナスになる。老师说我们佛教徒啊，如果都以自我为中心呐、在行动的话呢，老师说那都会变成minus，就是都会自己吃亏的。他を助けたら自分が助かる。老师说助他的人啊，助他呢就是自助。助他就是助己了，应该是这样。自分を助けることになる。如果只求助己的话呢，那反而会害了自己啊。但是有助他的话，一定可以助己。これが財宝指南書というね。指南書に一番最後の法然上人から教えられなかったの言葉が載ってある。西方指南抄。財宝指南書。啊，这是一本说明哈。刚才老师讲这个啊，长寿延命的秘诀有没有？西方圣人呢，在西方指南抄的手稿里面呢，有留下来。この中にね。物の命を取らぬこと、物に命を与えること、だから自分の会話でも、それは虫けらに食わしてやるの。就说呢，除了呢不取物命之外呢，还要给其他动物生命呢、啊。所以蚊子来咬你，你虽然呢、很痒啊，但是你不吃给它吃一点没有关系啊。なかなかできんことやけどね。是说很难做得到哦。しかしそれは訓練したらできんことない。但是可以训练到做得到。で、お魚屋さん行って魚こと言ってもね。生きとる魚はみんな川へ逃がしてやる。海へ逃がしてやる。那么，如果呢，那个。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呢，到那个卖鱼的地方看到活鱼啊，买下来拿去放生，这个是很好的。そのぐらいすると自分の命が伸びる。自分が命が伸びる。だから人をいじめたら自分が苦しむのよ。那么老师说呢，就是说。给其他动物的生命的话，自己会长寿啦。啊，这个也就是说呢，我们做人啊，就是说，如果你轻负其他生命的话，欺负其他众生的话呢，自己啊就会受到这种苦果了。这个也都不明显的。もしそういう問題で。先生あの不教徒でその。友人がたくさん海鮮類を取ってきてご馳走するから来てください。喜んで食べに行くご教徒はどう思われますか？これは仏教精神から言うから甚だ間違っておる。仏陀の精神、お釈迦様の精神から言ったら間違っておる。那
么我请问老师说啦，就是说有人说自己念佛啊，但是那朋友装了很多海鲜请他去吃啊，一起享受那个美食啊，因为不一定念佛的人会有吃素啊。那我请问老师说，如果一个念佛人啊有朋友买了很多海鲜来请自己去吃的话，阿达还吃得很开心，那要如何看待？老师说这样的念佛人呢，不是真正的念佛人啊，要慈悲心。嗯，だから本当のお釈迦様の精神から言ったら、みんな生きたものは逃がしてやる、ハワイに逃がしてやるか、フライに逃がしてやる。はい。就说呢，佛陀站在佛慈悲 的精神呢，佛他是慈悲众生的啦，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不论你有没有吃素，有没有那个不杀生是很重要的啦。那么能够最好的话是能够做放生的事情啊，但是。放到那个河里河水去呢，还是放到天空去，这个都是很好的。だからお魚が買えないってもね、生きたやつは買わない。生きたやつはみんな逃がしてやる。死んだやつだけ固定。那么在日本正宗呢，就是说他们的习惯就是说他们去那个卖鱼的地方买鱼，对不对？他们不会买活鱼来煮，他们会买死的鱼。だいぶ前ですけどね。はい。私が海軍におりました。海軍に行ってたんです。はい。その時にね、はい。そこにいた将校がおった。はい。海軍の将校がね、それがね、毎日こう釣りやっとんね。はい。釣りやっとんね。そしてそれ釣りやってね、それ持って帰るんやね。持って帰って自分の奥さんにね、こんだけ釣ってやったって言うけど、奥さん全然一品も食べない。お魚屋さん行ってこうで行くけどね、自分の旦那の釣った魚は一品も食べない。ほんだら旦那怒るって、わしがこんだけ釣ってきてんのになんで食べんないって言って怒るったらね、その時に言うた言葉がね、私のために死んでくれた魚、そんなものがうまいって言うて食べられますかって、かわいそうでたまらん、逃がしてやろうって言って、みんな逃がしてもらったんだ。んだん怒り寄ってね、怒り寄ったけど、まあ、これしようところまで行って直前まで行ったけどね、それでもそんな魚は食べなかった、はい、そしてとうとう自分は魚屋に行って、死んだ魚を買うてくるんで、生きた魚は買うてきてもまた次に逃がしてやるん、どういう奥さんやったよ、はい、那么老师现在讲的是这个是实际的例子啦。那么那个有一个海军啊，海军的将校呢，因为那个船海军都一定是在那港口嘛，那那个因为那个每天呢从那个军舰会放很多那个吃剩下的那个什么菜肴，有没有会放到海里去啊，那很多鱼就跑过来要吃那些剩下的那种我们说的饭菜啦，那那个因为将校是最大嘛，只有他一个人可以钓，在那里钓鱼其他都不可以啊，所以他钓很多又他钓很多鱼啊，然后就带回去要给他太太啊那个煮来吃这样子。可是呢他太太从来他钓的鱼啊，他太太从来不给他煮啦，那他就很生气啊，他就说我钓来，他说你今天这个鱼我不是我钓来鱼，你这鱼是从哪里来的啊，他太太就说从那个鱼饭店那个鱼店卖鱼的地方买来的啊，他那个将军他就生气啊，他就说我钓那么多鱼回来，为什么你没有煮啊？为什么你还去买鱼？有鱼，你为什么还去买鱼这样子啊？就他那个太太，因为那个他的太太是真宗的门徒，啊，是真宗的门徒啊，他就跟那个，就是被他老公说了几次，他就忍不住，他就说呢，因为我呢，啊，
就是这些鱼都被你呀、啊、捕来呀、啊，你叫我怎么忍心吃得下他们呢？他们还活着啊，好，那那个，那他的先生啊，就本来是很生气，他有个儿子念大学，他就叫他儿子，叫儿子批评你，你说我这么接住，哎，所以老师说要再重复一遍呢、啊，请大家记得啊，长寿延命的秘诀就是呢，一个一定不要杀生啊。第二个就是呢，施食给众生。だから他の人々にごちそうを食べさせてあげる。はい。自分は食べに自分が一番に行くと違う。はい。那么老师说呢，我们有东西吃的时候呢，也要懂得，我们要懂得布施啊，人要懂得施食给其他众生啊。哎呀，そして美味しいものは他の人に最初一番に食べさせこの人に食べさせてやる。老师说，有好吃的东西的时候，不是自己先吃哦，是让别人先吃，养成这个习惯很好的。自分が美味しいものを最初食べて、はい、後から人にその食べ物を後から人に食べさせる、これはダメ。老师说呢。那个好吃的东西自己先吃，吃完吃剩下才给人家吃，老师说那个不行，啊，那个是恶鬼的，那是恶鬼的习气。これをね、一生涯続けるの。はい。老师说。はい。長生きする。老师说，你养成这种习惯的话，到那个一口气不来为止，养成这个习惯的话呢，你一定可以长寿。だから広島の奥さんはね。はい。旦那さんがそう言って魚を釣ってきても、はい、一匹も食べなかった、はい、で魚がいてこうで言っとる、はい、旦那さんしまい怒るって、はい、私がこんだけ釣ってきてやっておるのに、はい、それを食べんとは何事かって言って、はい、そやけど、はい、私のために死んでくれた魚、はい、そんなものは食べられますかって、かわいそうでかわいそうで変わりません。刚才举这个例子呢，这个海军将校的太太啊，的夫人啊，她就是因为她就是正宗的门徒，有领受到佛心啊，所以呢，就是说她呢，宁可去那个什么，去那个卖鱼的地方买死掉的鱼回来煮啊，也不要煮她先生免费钓回来的不用钱的鱼啊的活鱼了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不忍心。这些鱼因为它而被杀而上升啊，那就是慈悲的精神。我们古代呢，在他我一家属，他我一家属都做在于你这牛毛啊，多来点的。所以呢，就是嘛，这样嘛嘛，天性啊，对嘛。都叫你什么做啊？都叫你来起码就做嘛，牛毛啊。奥さんの息子さんですか？息子が、あの東京の秋島におるんがね、はい、私の子供に何に、うん、なってくれると約束になって、はい、この間もう そこそこ年が来ましたし、って言ってきよって、はい、断るに断れへんし、はい、那么那个老师为什么认识这个将校的夫人呢？就因为他是请老师到他家去做这种家庭说法的，那他有好几个儿子啊，有一个本来是要给老师当儿子，继承老师的那种佛法啦、啊。那么现在就一个在广岛了，一个在东京呢，啊，两个在那边大学啦。那么就举这个例，就是说呢，你让众生活命的话呢，众生也会让你活命啊，这个。だからやっぱりね、中にはね、はい、自分でそんなような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っていうね、はい、あの精神的に自分の心を痛める人がおるでしょ、はい、そしてみんな逃がしてやる、そういう善良な人がおる、中にはおりますよ、はい、老师说ね、これが立派でしょ。老师说ね、即使是真宗的门徒啊、虽然真宗没有说
强调要吃素啊，可是是正宗的门徒啊，有领受到佛性的人，他慈悲心会流露出来呀、啊，啊，那么就说即使啊不是很有名啊，他默默的做，默默的做这个，就是说做这个不杀生的事情啊，他不去标榜自己，啊，我持这个不杀生戒，我吃素，他不标榜这个，可是他默默的做，这种精神才是可贵的、啊。那个，你应该也，你不单位的几个多啊，改名叫红啊。哎。你不那单位，我什么什么，看到多那单位，看到多那单位哇。哎。嗯。什么什么，你不那单位多难的，你不那都不都过中国的。那么老师说，在座如果有没有吃素的人啊？请你们少吃一点肉，为了你自己好，也为那个动物好嘛。卖物的话，要是你别煮了，你公公啊，这个呢？刚才你公公啊，俺们买的，看见西南的黄油了，是吗？哎，那对于我们来说，卖物的话，要是你别，还卖物的话，还不是大肉煮的。哦，那么在日文呢、啊，就是说。好吃的东西的话要快一点吃啊，因为你不快点吃的话被人家吃去了，那么说这个话是不好的话。好吃的东西要分人家吃，那个才好。那么老师说吃肉吃多的人啊，损自己的福报，损自己的德啊，损自己的德啊，所以如果你没有吃素的没有关系，少吃一点，少吃一点肉啊，对自己好也对众生好。卖物的话，做两代有住。然后你有好。可能啊，几万元。你有好吃的东西的话，尽量分给人家吃，这个最好。卖物的话，如果才几百元的，可能啊，有搞概念。老师说，但是啊，人啊，好吃的时候都自己一个人先吃，有没有？吃剩下再给人家吃。老师说，那个就是欲望很重。那个我们家一个卖物的话，要一杯酒。言うけど、それはね、俗人の言うことであって、はい、本当の仏法者は、はい、そんなことをしたらいかんの。はい。那么老师说、刚才那个就说好东西呀、啊、要这个要吃快点，要快点吃，那个是世俗人讲的话啦。但我们学佛的人呢、啊，啊，我们佛教徒呢，不要做那么自私自利的事情啊。有东西分众分吃，哎。分大家吃，分人家吃，这个是这种习惯是很好的啦。哎，先生。嗯。妈。叫郭文雄。郭文雄在哪里上班？嗯。我能按在那边。哎。那么呢，刚才讲这个是开场白，因为老师念完那个总训之文，有没有？突然就讲到这个不杀生。不杀生就讲到这里啦，啊，可能是因为我们昨天有同堂问说，那个因为你如果到其他的一般佛教啦，就是讲要做三皈五戒嘛，那么一般真宗呢，他是没有强调这个啦，啊，你昨天不是有问吗？哎，所以老师就说，因为很多学真宗的人都观念都错误，哎，所以，哎，那么老师说。这个啊，不杀生是很重要的啊，哎，先生。那么，请大家放这个拿出来，第一帖哈、啊，第七章女性登山章，这个玉文章哈。那不留按在眼睛。哎，那么老师呢，要我念一遍呢、啊、哈、啊，那请大家就是眼睛跟着我哈、啊、一起念呢、啊、哈。啊。念过了，但是他们说大家还没有发问，你们真就是有人不同意，老师再跑到第八章去了，啊，啊，记得是去年哈、啊，这个呢，他这里有个，哎，去年。这个这里是文明五年呢，比那天呢比我看好像
卷不对，是不是？是不是弄错了？这一卷的部分它是。你要以这个新的为主，因为我们有改过了。啊。那是第五章。第五章哦。哦。在下面是五米九。哦。五米九。那我们下次看第七章。好。好。记得是去年哈。那个三月中旬吧，一看就知道是不同于一般庶民的女性两个人呢，带着随身侍从呢，一行人呢在问吉奇山上的事情呢。好，他问到啦，最近呢在吉奇的山上呢新盖了一座新的寺庙啊，从来没有看过有这么多人来参拜。好，这是因为呢那个吉奇那个灵武上人来到这里以后呢，非常非常多的信众到这里来参拜。这个是，就是说，这个是那种做破天荒的事情啊。那么其中，特别是从加贺月中能登月后，这个又现在的新泻县，啊，信浓就是现在的长野县，出羽是现在的山形县跟秋田县的一部分，奥多是现在的青森县、岩手县、啊，宫城县、福岛县及秋田县的一部分等七个国度呢，它来了很多门徒呢，其中不分生熟男女呢。都到这里来参拜啊，因为群集而来的人很多啦，所以人尽皆知啊。啊，因为来拜的人很多，所以集齐这个寺院很快，大家都能知道有这么样的寺院啊，那个新盖的寺院呢、啊。那么这实在是末法时代啊的不思议啦。那么此事非凡啊。那么虽然如此，不知道这些门徒们啊是听到什么样的念佛法呢？特别是大家都说这个教法中以信心为主啊，这是什么样的教法呢？请详细的告诉我们啊，因为我们也是罪业深重的可怜的女人生啊，希望能听明白信心的教法，愿求往生啊。那么啊，这个是问的话的内容呢、啊。那么有人将这一段话呢代问这个吉奇山上的主人，也就是莲如上人啊。那么上人呢，他就做了如以下的开示啦，不需要任何的条件呢、啊，唯是深信我是十二五逆五障三重的格子之身，深信阿弥陀如来是为救助如此自己所示现的相，而无恶心的信平弥陀，施弥陀必定救我的心，一念发起时，门如来放四万八千的光明，摄取此身。啊，弥陀如来摄取念佛行者，说的就是此事。摄取不舍，指摄住不放舍的意思。得到这个旨意的人呢，即明得信心的人。此后不论是睡时醒时，不论在任何时间，所称念的南无阿弥陀佛，句句都是被弥陀救度，门受弥陀佛恩的称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就是念佛。那么听到以上详细的开示呢，就是这两位女士呢及其他听到的人们都深被感动的说呢，真正契合我们啊凡夫根基的法呢，就是弥陀如来的本愿呢，我们要为至今为止都不信受佛愿而感到忏悔了。从今以后一向信平弥陀无恶心的一念信，我的往生如来已经制定了，此后呢念佛准是为了报谢佛恩的称名啊！啊，遇到这个不思议的素缘呢、啊，得遇善知识，闻到这个殊胜的教法呢、啊，这难得尊贵的因缘呢、啊，实在令人难以言喻呢。啊，那么现在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告辞了。说完，大家含泪归去了。啊，忏悔进去，文明五年八月十二日。はい、全部。ど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はい。まあ、こういうふうに言ってね。はい。連絡に、根本として一言一言教えて、教えてたってね。これが入試なんですね。一遍、やれやれという、一遍にまとめて話したって。なかなか分かるもんじゃない。那么老师说，大家看这个玉文章呢，这个每一句呢，莲如上人呢、啊，都很慈悲的呢，
就是说把阿弥陀佛慈悲的那种佛心呢传达给我们呢、啊。佛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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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呢红吉吉奥红吉吉奥布我这就是说同样的话说过再说说过再说重复的说重复反复不断的说这个因为呢那个我们凡夫啊那个好的话我们都听不进去啊所以呢才必须要这样子重复不断的说呢我们凡夫呢才会稍微呢听进一点点呢哎呀我都一辈子我这就没等我人間っていうのは、あやかってのはするけどもね、本当のところが結局抜けてしまうので、あやかってんだけに。那么老师说，我们人啊，就是有个不好的习惯啊，很快就我懂了，我懂了，可是不是真的懂，是他自以为懂的啦。他虽然说自己懂了，可是都没有吸收进去，没有消化啊。那么，所以这个你看啊，所以你看我们从那个第一节第一章啊，看读到现在，阎罗善人都是不断重复啊的啊传述阿弥陀佛的慈悲心给我们，这个是阎罗善人很用心良苦的地方。你再来教一部佛经嘛？哎，恭敬六部，恭敬六部，南边的么同じことを繰り返して。教えてくださいね。その間に、はい、やっぱり染み込んでいくんですよ。所以老师说呢，真正的教育法啊，真正的教育法，就同样的话，你要不断的重复，嗯，因为你不断的重复啊，他听久了，他就呢，他不知不觉他就记得了，他不听也要听，因为你不断的重复，一遍一遍。これわからんって、そんなこと言ってるのはわからんのは当たり前やねん。はい。仏様のおっしゃることが本当にわかるのは、わかるのは不思議なんですよ。はい。わからんのは当たり前やけど、はい、それを根拠を死ぬまで続ける。はい。那么老师说，我们来听闻佛法呢，如果你听不懂，没有关系，你要有耐心，有毅力的继续听下去，因为这个佛法我们听不懂是正常的，为什么？不可思议啊！你听得懂才不可思议嘞。不可思议哦，不可思议你。啊。入ってこない。哎，那么老师说。一遍你入らへん。哎，老师说，因为佛法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你听一次、两次听不懂是很正常的。就是因为它不可思议啊，所以啊，你不断的你啊，持续耐心的听闻下去的话，你就会听得懂了。这个是不可思议。嗯。根基要不久呢？对，根基要不就是呢，要非常非常的有耐心，啊，文法要非常非常有耐心。那个摩罗摩多啊，何遍でも繰り返しまたっていうんだけどね。摩罗摩多啊，繰り返しまたし。やっている間に染み込むね。对，所以老师说。わかるのと違う、染み込むね。老师说佛法。わかるのとは、わかるのは脳の問題だけど。老师说佛法不是我们知道。老师说这个知道啊，都是头脑知道、自见知道、概念知道。真正的佛法不是我们知道，而是呢，心密公母呢？那是熏习呀，心密公母哈，就是呢染，啊，就是呢，心密公母就是，我们的话怎么讲？就是那个像那个海绵有没有？那个，比如说我们的那个什么，那个红墨水啊，滴到衣服，它就这样子，那个中文怎么讲？那个红呀，那个。那个把红墨水啊，渗透，对，渗透了，渗透。熏习还不，因为我觉得老师说啊，老师说佛法是渗透的，是渗透我们的身心的，不是我们知道，不是我们知道佛法不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是佛法渗透我们的身心，这个很重要。
谢谢啊，来，谢谢，来，盛。新加坡来的。在空中见过面，空中的。哎，谢谢了。那个很辛苦，很有呢。哎。不然啊，你过了去做梦去。对。做那多了你梦啊，还。哎。那么老师说，这个渗透有没有？要怎么样才能够渗透呢？就是呢，要透过，要透过听闻。所以老师说，你的要注意到哦，是听闻哦，不是听而已哦，这个很重要啊。門だけでいかね、腸の腸が できて、門に行くねんね。老师说呢，是透过这个听，然后入这个闻的。だから分かることを知らんの。对，所以老师说佛法不是人知道，不是人知道就好哈。分かるというのはこれは浅い浅い。老师说，人知道的佛法都很肤浅。那个教门我盖你。好。心功也盖了盖了。那么这个渗透的话，它才能够深入。才能够深入。你光是知道的话呢，懂了，读了佛书，懂了有没有？知道了，那个都很浅。だから本間のものは。根基又不一般的一般。对，所以老师说，真正我说真理啊，真正好的东西是需要耐性。根基只有不就是你要有耐性，非常有耐性的磨啊磨啊磨，进了一次又一次，进了一次又一次。哎。那个佛法。哎。所以我们你极まるというであるね。哎，所以。そういうことは。哎。一生涯ね。哎。死ぬまでかかるの。对，所以在日本呢，真宗呢，他是用一生呢来听闻哦。这个听闻不是说你听几年啊，你就毕业。这听闻是没有毕业，是用一生来听闻的哦。为什么？因为透过这听闻呢，这个佛法才能够渗透到我们的身心里面来。啊，人間も死ぬまで生きてますからね。死ぬまでかかって、阿弥陀の心をいただくんだよね。那么老师说，人啊，到死为止都是活着的了，所以老师说，人到死为止呢，都要不断的呢听闻呢那个弥陀的佛性，透过这个听闻呢，去领受阿弥陀佛的佛性呢。物の命を取らぬこと、物に命を与えること、これこの二つをね、二つが一つになっていくけどね、これを今まで継続しているのね。那么老师说呢，虽然是写有两点啊，就是两点就是一点啊，因为慈悲心的话呢，这个呢自然而然啊，就会呢自然的做出来了。这么你接受不下来。对，那么老师说这个呢，到我们一口气不来为止呢，老师说我们都养成这样的习惯。这个你都变名了，也都记不到他。哎。嗯。谁来？变名了，也都记不到他，心都记不到他。哎，那么老师说呢，我们呢不杀生啊，同时就是说施食给其他，这个给其他动物生命就是施食啊、放生啊，那么。因为我们呢，这个给众生生命的话呢，生命自然而然就会在我们的心中呢孕育了。嗯。那个我们讲到这里，先休息一下，哈。那么老师说，那个休息时间大家可以有问题的可以写字条传过来。
请问老师说，这个实权派的主张跟法莲派有什么也同意的？那么刚才在休息的时间，我就翻译给老师听了。老师说呢，这个问题如果拿到日本去问了，会被人家笑。为什么？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人讲实权派了，因为实权派在最主要就要讲这个一体二相义，这个早就被推翻掉了，不晓民国几年就被推翻掉了，所以现在这个根本是有名无实了，不存在了。那么老师说，会问这个问题的人啊，可见他就是说，对了，就是哎呀，这老师说这个。他说这个因为这个已经被推翻掉了，所以在这现在都没有人连提都没人提了啦。啊，连提都没人提了，你拿来问就是说可见你学的不是很好哈，这样子。那老师说我们法莲学派我们的特色就是信心愿力，这样子。老师说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能做进一步解说一下什么是一体二相？先生啊，一旦您说那説明お願いできませんかと。信心は一つ。そうは念仏と信心と二つあると言うて、そういうこと言うて、昔の人が言うて、それはもう早く潰されたそんなこと今頃遅い。今、那個、他的二相就是说呢，他把信心呢、啊。跟念佛啊平行，嘿，我那个没看嘞，啊，没看呀，啊，无你若跟我跟你讲，那什么写到看到，两个呀，两个车，我那个就说啊，这个信心啦，啊，念佛啦，啊，一起，就说呢，那你这个二相嘛。他说呢，就说呢，也有信心，也有念佛，啊，这个才是那个，啊，这个才就是说，才是净土深宗啊。那么，但是他这个是这种叫，因为他是学派嘛，是学者讲的话嘛，啊，这早就被推翻了。意思是他是要平行的意思，是吧？要信心而念佛，他是要平行。先生嘛，龙哥这个把两者都要具足，两者都要具足。但是他这个，对，他这个就错了嘛？你们听得懂的人，这个还拿来问，这个在日本，这个早就没有人去讲这个了，因为已经是我们说的什么，那个就不通了，这个理就是不通了。在净土真宗里面没有实际的念佛。那么真宗就是信心为体嘛，我们说的什么？信心愿力，啊。今はね、俺がこうやって言わずにね、はい。一回日本にも立てないけど、はい。何とか言うてるな、はい。日本人は、はい。信心愿力。信心愿力。有没有好好的？那我怎么说？你感觉？我这几天应该不还记得吗？我不注意的时候，我应该是哪样子？这个，我们那个本月海涛音哈，后面有那个学系表，有没有？上面就有那个实权学派，那么他那个就知道说这个是老师说母卡西母卡西的勾扎勾扎，这是勾扎勾扎时阵的代志啊。我这边呢，哎，不要做汉姆，哎，今我冇得一个给爱情丢丢多来呢，哎，冇得爱情丢丢多来。那么老师说，因为他的学说已经被推翻了啦，所以你如果把这个问题拿到日本去问人家的话，没有人会理你呀、啊。それが信心を信心の本質やね。はい。あんたご飯にあるかというの。はい。
あんたご飯に出に来るかっていうもんで、はい、あんたのご飯にどうするか、お前死んだらどうするかっていう、はい、お前鬼を迎えに来ちゃったらどうするかっていう、はい、那么老师说，与其问这种那个知见的问题呢，老师说要问呢、啊、信心的本质啊。那么老师要问你啊，你今天晚上如果鬼来抓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啊，你做好准备了吗？啊，我赶紧。啊，今天给你问你，我们赶紧，你赶紧，你站着来吧。哎，啊，多注意。今天要给你的今天要给你我今天要给你今天要给你我今天要给你我今天要给你どれそんならちょっと乗ってやろうかこの時どうするって言って、その時いかん。我是说问题这个问题的人啊，你问问自己啊，啊，你死的时候呢，鬼叫了火车来迎接你的话呢，你如何办？我也就那个。老师说。鬼叫火车来现哦。その時にどれそんならちょっと乗ってやろうかっていう、そんだけの度胸ができるかっていうので。老师说，你具有这样的信念了吗？問題はこれでしょ。老师说，这个是最切身的问题呀、啊。不，就是说，无论
就不论站在什么角度啦，你对阿弥陀佛有真的信赖吗？不然你光啊呢，不然你比信赖什么？阿弥陀佛，你慢慢来，这是有过就。老师说这个鬼啊，不是说我们说不怕就会不怕的呢。老师说呢，虽然你嘴巴说那个我有信阿弥陀佛啊，可是呢，虽然嘴巴会讲这样子的，可是心中怕鬼的人多的是啊。那老师说会不怕鬼的人，什么样的人才会不怕鬼呢？他这个火车来信呢，火车来信不怕的人，什么样的人才会不怕呢？被弥陀守护的人，他自然而然不会有恐惧出来。那是什么？这是我救命的路，走过路过来的地，我永远的奥义来的地。哎。光说有怀抱的人啊，他才会有这种不恐惧的，啊、才会真正的不恐惧。不是呢，不怀抱的男人。哎，老师说真正在摄取光中弥陀怀抱的人啊，他自然而然。これこうなってなかったら、自分の心がこれになって収まってなかったら怖い怖いよ。那么老师说，如果自己呢学这个本愿，只是概念在学佛之间在学佛的话呢，不是真正的在摄取光中在弥陀怀抱的人啊，那个遇到境界，那恐惧就出来了，恐惧感就出来了。问题要在这里。哎，对，老师说这问题在这里啊，问题是你有否在摄取光中啊？死ぬ時、死ぬまでこれだけに、これだけの問題やね。老师说我们临终的时候就是这个问题。那どうする？陈师兄老师问说你呢？如果是你呢？大丈夫。阿弥陀の親分がついてる、親分。阿弥陀。老师说，陈师兄啊，你不要担心呐、啊，有阿弥陀佛这个大老大、啊，你还怕什么？大丈夫。怖くない。それ怖がってたら嘘やろ。老师说，有阿弥陀佛这个大老大做靠山呐、啊，你还会恐惧的话，那表示说你的都是假的。それを今から毎日南無阿弥陀って迎えに来たぞ、来ておるぞって、これの本間の摂取来たって言う、そこを習う、毎日そこを習うのよ、そうすると、やがてそれが一体にそうも、一層も一層も、一層もで、一つになってもらう。我们法莲寺有那个屏风，有没有？下次人家说把那个放下来。老师念的刚才就是那个，就是每一天啊，你的每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来迎接你啊。啊，那么就是说，真正呢，这个在弥陀怀抱的人啊，哪有一下两下？就是说那个一下两下，那个根本就不成问题了嘛。この毎日摂取不全に預かって、摂取不全の摂取の公約に預かっておるかどうかという問題。老师说问题在呀、阿弥陀佛他虽然是摄取不舍啊，问题是众生啊，你是不是在那个摄取光中呢？问题在众生啊，不是在于阿弥陀佛啊。摄取の公約が話か事実かによって違うのよ。老师说呢，这个摄取光中被众生呢、啊，就是会有两种，一种呢、啊，众生只是
把社区观就是社区观中就是变成是一种概念，一种知见，那就是真正那个信心弥陀的人啊，他就是一种那个现实真实真实啊。问题是什么？所以讲说不管弄什么呢？对呀、啊，所以老师说这个问题在这里啊。所以老师说你要问问题，要从这里为出发点开始问啊。这部分質問があるんですよ。その怒りしてね、自分がその一瞬に阿弥陀仏に起動してる分かるんですかと、妨害 しないですかと、自分は本当に阿弥陀仏を信じてるか、信じてるのか、それはあのこういう確証があってそれが言えるんですかと。阿弥陀一定啊！阿弥陀佛说，这是过去阿弥陀佛说，把这句话说的那么难听。那么接下来有人问啊，怎么样才不会误认自己是已经达到无二心的性平弥陀了？平日如何检视自己的信心呢？啊，那么无二心的性平弥陀有任何明确的相状吗？啊，问这个问题啊。那么老师说呢？会问这个问题的人啊，表示他忘记阿弥陀佛的摄取光，那个摄取光中啊，才会问这样的问题啊。摄取过去就是说，今的问题也多。私の問題也多。他说摄取光中是。話是这样的咯。是现在的问题哦，是自己的问题哦，是我的问题哦，他不是不是呢，当话在讲而已哦。他不是当他在讲的问题哦。阿弥陀佛の大きな大きな阿弥陀佛の心の中に収めとらずに参らせている。その摂取者は、それは今現に本現在説法中で今やね。今阿弥陀佛の摂取の中におったら。老师就问你呢，这个弥陀，你是什么时候在这个摄取弥陀的摄取光中的呢？阿弥陀佛是什么时候摄取我们的呢？老师说是今现在哦。啊，都要从过去过喽。对呀，那老师说，如果你真的啊，有真正的我们说领受到这一点的话呢？你就不会那个问这个问题了，那也不会呢。